使用的方式非常的简单，就是把这个头转掉，然后呢，你可以把它涂在你比较在意的部位，比如说像眼尾的细纹、额头、抬头纹，或者是你的八字纹、法令纹，然后还有你的嘴边肉。那你是可以把一颗完全挤掉。那如果脸比较大的人，然后是可以多用一点点的，脖子也可以使用，然后你可以让它停留一下。其实不需要太用力，来，甚至你把它当作是晚安面膜，敷着它，不用去推开也可以。所以它会刺激你的皮肤产生弹力蛋白，因为它的分子非常的细，所以它可以穿透表皮层，直达真皮层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他用了就还蛮难不继续用的。所以说这个我也这也是我很热卖的一个商品之一。那因为我们是走直接销售的一个通路，所以呢，其实是省掉非常多的一个大装盘的一个成本，我们不用被剥削。所以呢，我跟公司拿到货，然后直接给喜欢产品的朋友们，所以你们是用到 CP 值非常高的东西，可以把完全挤掉，所以旅行呢也非常的好用哦。那我们后来也出了一个东西叫做薄弹。就是这一罐啦，可以双管齐下，所以你也可以保护你的脖子。那当然，如果你预算比较高的人，你想直接背弹，用你的脸、用你的脖子，甚至于胸部，甚至于是你是产后妊娠纹，然后比较松垮的部位，都可以使用背弹。那就是成本比较高喽，但是它 CP 值很好，所以它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贵，因为它是花了非常非常多钱所研发，而且是被证实是有用的哦，有效的哦，不是说擦心安的。所以我也用了4年多的时间提供给大家参考，有需要可以留言给我，或者是传讯息给我，谢谢你们。